那你切好的虾是在这儿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吸完水的虾。不是，我要泡在热水里面去下碱。我已经去完了。你去碱了？洗完了。不是，你是洗完了，我是干净的，你去了，泡了吗？不是。你要干啥？现在要把这个饭这样小心的弄出来，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。哇！成功，成功，成功！天！哇！开始炒虾仁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小凯这边除了在开水里泡的虾，什么都还看不到。啊，现在开始，终于下油了，开始。你要把，你看它没，它油没热，油放，所以它蛋不熟。你要不要把虾直接倒进去？干嘛呀？不要不要。我发现小白很爱给小凯提建议，然后没有一个被接纳了。对，这就是他们的轮回。我把料煮着，真不要煮，真不要煮，你相信我。没有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。真的不煮。不，一个清汤，一个红汤。如果你把它放进里面，我们老家这个倒不出来的。我们老家这个是要煮的。你相信我，真的不。相信我。哎，要不要再来一碗饭？够。小凯冷冷地说：“够了。”不知道是说饭够了，还是小白你够了。那个小白，那你做主厨的时候，小凯给你提的建议，你接纳吗？完全不会，也不会，是不是？我忘记了，你忘记了。